魅族 18S 系列发布，搭载骁龙888加预装 Phone N 9.2，售3699元起。凤凰网科技讯9月22日消息，魅族科技举办线上发布会，发布魅族 18S 系列手机，搭载高通骁龙888加处理器，预装 Phone N 9.2，新增独角兽 EVO 配色，售3699元起。发布会上，魅族还推出了魅族 18X 等多款新品。影像方面，魅族 18S 系列时装全功能 PO Vision， 夜间拍摄时可在机内多张暴力堆栈提升画质，视频拍摄时支持实时多帧合成，降低色彩失真。魅族 18X 整机厚度 7.99 毫米，重量189克，采用直角 ID 设计，可选玄蓝和禅三款配色，禅配色采用一体纯白设计，正面配备白色面板。